所以你到大学就更可以好好的涂红抹绿咯。哎，没有哎，其实我觉得到十八岁之后就是开始觉得啊好老哎，十八岁了。忍住他，忍住他，讲话小心啊，梅姐，他没有那个意思啊，梅姐，他不是针对你，没有，说者无意啊，说者无意，说者无意，他不是针对你，说者无意，他不经意的，不是他没那个意思。你警戒，你警戒，对，他不是冲着你来的，他没冲着你来。我也没有想讲你干嘛，你眼睛有泪水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就是眼睛有点痛，想去点眼药水。没有，你先坐，你先等一下。所以呢，觉得自己十八很老了，然后呢，就开始把头发染黑呀，然后妆化淡这样。哦，所以你十八岁以前头发是金色，然后妆是更浓，所以你这已经是淡妆。你已经返璞归真就对了，你像这个意思。没错，返璞归真。哇，好砍他，好想看他肿肿的样子。梅姐，我们可不可以擦特例？他好好卸妆，你去化，你好好化个浓妆，你去化个妆。你化你十六岁的妆，对，你去化你十六岁的妆。好不好？李特利，然后你去跟李香借假发 ，OK。但是我们为了这样等他一个多小时，你们要想清楚哦。哦，你化妆很久、哦。对，20，还好。哦，他还补涂、啊。我们先看一下。对，我们先看一下。哦，天哪！是台湾是哪一个人教台湾的女孩子要穿这种日本、啊、这种鞋？教水台。子璇说一下，我完全没有这种鞋。打死我送我都不会穿，真的真没有女孩子的味道，很难看。男生会喜欢看女生穿这种鞋吗？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。我问过好多男生，他们都觉得很讨厌女生穿这种鞋，只有女生自己觉得我要做自己，女生穿便球鞋就很漂亮。我们都觉得球鞋都球鞋最正，对。Zara 今年就出了一系列这个，对啊，随便路上随便抓都很多人，你看随便抓就抓到了，你看就有一双穿这样的。现在很多女生真的爱穿这个，年轻女生，可是我们真的男生没那么喜欢这样。真的，我问过好多男生都说很讨厌女生这样穿，而且觉得很没有女孩子的样子、味道，不柔美。对，这是你的包呀，哇 ，Coach 啊，哇，好重哦。这个 OK 了，这个是啊，香水有香水，好嘞，来香水，香水部队出去，香水部队，应该是甜的吧 ？I don't, I'm not sure. 雏菊的味道。果香，果香的，果香的。哎，请问一下是哪一种水果，大师？雏菊类。请问是类似哈密瓜那种？哈密瓜，有点酒，有点什么要买那么酒精的成分在里面？因为我就觉得香香的，心情就很好。哦 ，OK， 好。好。然后比基尼也是稍微比较夸张。比基尼要闻的？不，没有啊，比基尼看一下。比基尼闻什么？要摸？不是。那个味道真的有一点这个重，一般人可能不太敢穿，掉下，快些，对，你不是要喷吗？我们太猥亵，这个比较好啦，比较凉，这个比较好一点，清爽的。不过我想特别的是，他的衣服也都是小小细肩带，不太像这个年纪哦，还是我们真的。天哪，你是说我女儿以后都要这样穿的吗？哎、欸，客家哦，客哈嘎，哈嘎咯，这是平常的衣服，对，因为跟同学穿的不一样，会耶，但是今天看到他们，我觉得还蛮欣慰的，找到好朋友了，找到知己，不是你欣慰的点是什么？就觉得哦，原来还有同类。哇，我们节目好功德无量啊！可是从他讲话的感觉，其实他知道他是小孩子，就他们还是小孩子。对，他的讲话感觉是小孩子。可是我告诉你，我还是要回到那个主题，青春就是无敌。对，真的。他穿即使再冲突哦，他就是青春。可是美人姐你不一样，因为你的，我没有叫你安慰我，好吗？不用。不同年纪有不同的感觉，对，很开心呐、啊，我觉得蛮开心、啊。好了，所以也要你不能卸哪里。眉毛哎、欸，好，我们就卸眉毛来。我们请你 Viva Vina Vina 啊 Vina 啊 Viva 是购物台。杏仁果 Vina 卸一边的眉毛，我们看看。你有没有觉得很像京剧的名伶？有没有哈？对啊，对。她的妆其实也是厚的。
哦，他妆好厚，底太厚哎，杂了一点，对不对？哈，这个颜色的口红就涂吧，再涂也没几年了。好，要请你去完成高中生的样子。好，有请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这个四位女生呢，都已经变成这个高中大学的样子了。我们来欢迎她们出场。是不是我？可爱，第一个可爱。是谁啊？说实在，其实还看得出来大概谁是谁了。我不知道，我这个距离是可以。哎呀，就是根本就没有差，你干嘛化妆？对，现在这样真的很棒。我看你们就是怀念你们今天的长相了。对，相信我，好看，这根本就是一个小小孩。对，李湘这样子，肌肉好看，很素，而且又加上你们穿制服，太漂亮了。天哪，大家看到了吗？原本造型打扮十分成熟的四位女高中生，在完全卸下浓妆，展现她们真正的素颜后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在她们脸上都可以看出属于年轻人的气息，而这样的前后差异实在是太惊人了。天台老师说，觉得哪一位应该这样去上课，不要再化妆了？就不要再做这种。一号，三号，我觉得都是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举牌，准备好牌子，好。认为一号不要再化妆的，请打圈。全部都是全部通过。好，认为二号可以不要化妆去上课的，请打圈。哎呦，哦，丫丫，我觉得他卸妆后觉得怪怪的，好像就是除了那个眉毛的那个眉影的方向，他可以眉毛的部分画少一点，但他整个人是没有什么气色的。气色就黑眼圈太重，黑眼圈太晚睡了。应该是说他需要改变是晚上早点睡，对，做健康一点。对，因为他气色是不好的。没有，可是他这样子气质比刚才好太多。对，气质干净很多。气质好，不要这么浓，但是我觉得他要需要一点淡妆。好，觉得三号可以不要化妆就去上学的，请举圈。哎呦，我跟马哥都举他。为什么皮肤好惨白哦？啊，我是觉得他两个都有各自很好的样子，他都可以。皮肤怎么好像平胸？我希望他保留他那一块，让他平常上课那里这样子。OK OK， 试一下还是要化妆。了解，认为四号可以不用化妆去上学的，请举圈。四号，对啊，四号好过哎。我觉得你不化妆反而变国中生，反而好看，清纯多了。好看，所以你看我好想更看到你浓妆到底是什么样子。对啊，一路走回来，好看多了。对，我觉得现在这样子，四位身上真的有一种叫做青春的气息。对，这才叫青春。对啊，年轻人真的很棒。所以啊，有时候人就这样子啊，就是很年轻的时候急着长大啊。对。但是我告诉你啊，40岁就在街角等你。OK， 谢谢。谢谢。